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010年7月31号花莲港平交道，19:17。19:17什么？有货，有列车长有货。来来来，终于首度，一用三千型3001皮蛋豆腐号12辆，一边煮，3001准备冬锅，终于晚上7点多，来172，哇！好帅的 172，首度通过花莲港的5号码头平交道，一样首度。哇，我的3000型，3001。19:18:20之间通过花莲港，缓速的通过，终于在花莲港5号码头平交道首度通过，然后在19:20差不多，对，很缓慢的通过，五车商务车。有 R17 加 R15 推拉式货列，推拉式客车货列。拜拜，我的3000型3001黑皮蛋豆腐号在花莲港的5号码头平交道通过了。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光后面，刚刚各自叫囊，拜拜。